泰国春屋里府一名妈妈，她当时感到头晕，她便将头趴在沙发上休息。而一旁正在玩耍的3岁女儿，发现妈妈躺在沙发上，就放下手中的玩具，停止了玩耍，起身帮妈妈分担家务。他将篮中的衣服拿起，一一挂上衣架。你为什么要剃剃啊？怎么样？受了刺激啊？自己都不会做好，我会做。